工程师依然摆的是高国豪跟田浩双控位的组合。国豪选择把球做给辛巴，再回回来。高国豪在底线跳投，砸在篮筐上面，长篮板救回来。哇！是在丢宝贝球吧？想要收服 Julius 教练吗？一颗星反弹打到了 Kyle Julius。哦，不过这个表情有点细啊。他应该是想要扎自己的脚，没想到不小心打到 Julius 教练了。不过也还好啊，教练可是打过这种连环刺拳的，没有再怕了。梦想全网。现在在后场的压迫上，工程师其实做的也不错。